啊，然后没有的时候看。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都可以吗？嗯。老师，要不要先再让大家一起看一下你那个？没关系的。那个广告。那个不是那么重要，就是商业。商业广告。业配。业配答对。要怎么样才是业配？不行，是业配。业配的话是要那种要够有名的人，然后有代言能力的。自己找厂商也可以吗？自己找厂商也可以，但是建议还是要获得厂商肯定才重点。嗯。还是有一个厂商找我，不用跟他们诈骗。说体态感。如果你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如果是这样子有人找上你的话，那么就是诈骗。啊。不要随便太容易就。应该说是有的是直销啊，他们会。他们有需求，所以会跟你们讲，新形态的一种指标吧，好吧，那这个好了，这要很死。拿左边挑，左边选，一起来挑。啥事？工况。热。放。干嘛？那么放。对啊。好热。你也不应该塞我个伙伴呀。我在我脱的衣服。好。帮我重来。我叫林汉宇，你们可以叫我林宇就好。然后或者是英文名的话叫我 Rio。然后我的专业是用篮球跳舞。哇，明白。所以，他的技巧运用可以是在打篮球上面没关系，但是他现在渐渐的转变成一种表演艺术的性质，变成一种比较展演的性质。或者，在我们应该差不多年纪。啊，对吧？年轻人的生活圈的话，你们可以想象成是篮球加上街舞，可以吗？可以吗？啊，我的因为我接受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
我当初认定这是比较偏讲座性质的一场活动，所以我等一下会有一些演出，然后会有简单的介绍，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这一场讲座比较多的是有关于你们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你们自己喜欢的事物是什么，你们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比较偏有点聊天形式的状态，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互动活动啊，然后后面会带一些简单的技巧，这个空间够大哦，就不会让所有人哦，对，有点就有兴趣的等一下可以上来一起这样，那我先暖身，那我就跳一首嘛。哦 ，OK 吗？上吧，可以吗 ？OK， 上好。可以可以。啊，我是随便挑歌的，所以应该再刚刚的首。
有没有人想要分享？
在台湾叫做花式篮球，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花式的名字，因为像刚刚营造的氛围，或者说我的肢体，如果加到这个东西里面，其实它会越来越像舞蹈，就不会是所谓的花招，就是单纯的技巧性的展现，它会更有意义的去传达我想要讲的东西。所以我不喜欢花式这个名字。那它的原名是叫 freestyle。那不知道大家对于 freestyle 有什么印象或者是想法？新时代，新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有 free 跟 style。因为之前那个原名花式篮球过什么意思？就是以前可能都比较深花式篮球，后面现在可能思考应该不像花式篮球，就是有另类的想法。你觉得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不能看别人，要看其他的。没关系，你的意见很重要。意见就是练很多，他就是类似，因为花式篮球就是学，然后后面自己要学，就觉得好像有学过。以前有开在国高中有学过一下。篮球跟别人不一样。没有，有什么从哪里哪里哪一家？忘记了，有点久了。有点久了，对，反正之前有在国中或高中有学。对对对，高中有学过。那好，我们继续下一个。现在就是，这就是我在曼丁那时候的一个书。那我们那时候演出其实有到布考，然后有到，比如说那边是十三行国画博物馆，然后我们有做类似献地创作的演出。就是献地创作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场馆、一个舞台上进行，而是在一个区块，然后又活动到一个区块，限制一个地区的创作，就这样献地创作。简单来讲。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在一个英歌陶瓷文化博物馆里面跟场馆谈的一个案例，然后我们去那边做我们的制作这样。然后那时候有我们的舞团有很多街舞的，然后也有跳现代舞的。哎呀，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学习现代舞的身体，但是我以前并不是舞蹈科班出身的，我也不是戏曲学院出身的学生。对，我靠着自己的练习啊，去跨领域的学习，然后把东西整合到自己身上。然后里面唯一一个有用到，就是在剧场里面，他们可能会称这个东西叫道具，或者说叫物件，它是一个东西，身体以外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团就只有我有物件，然后那时候的创作方式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要怎么样去跟不同的舞者工作，怎么样让其他的舞者去接受你的东西，会有这种状况。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那时候有篮球，然后这时候开始放开身体去做一些展现。没有拿球的时候，我有没有足够的自信跟安全感去做展现？然后那时候有学现代舞，然后街舞的话主要有 breaking。然后还有学到那个武术的部分，然后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全台湾算是最大的一个舞蹈性质的比赛，最大其中一个。对，那他们的主办单位叫小事制作，主要是在推广舞蹈到一般大众的生活。他希望说舞蹈不是一个只有跳舞毕业的学生才可以学的东西，而是大家都可以跳的东西。然后那时候的比赛，他们的主题就是在做那个很早期的电视台，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因为有100多个参赛者嘛，然后网路预选的时候剩60几个，然后最后就是慢慢淘汰这样，然后最后比到前10。对，我就靠着我的球跟我的身体这样。那其他
像其他有马戏的朋友那边也有去比，他用杂耍球，然后加上他的舞蹈。好，这是广告，然后可以，其实可以帮我按按一下这个，然后它可以播放，这是影片。那时候的广告的拍摄啊，光这个动作，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拍了，其实一个早上大概一个小时吧，就拍一个动作，然后拍了大概20次、30次左右，因为那时候的球啊，刚好听到有人要接业配嘛。如果你们要把一个东西开始变成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会慢慢的面对到很多的问题。类似像 NG 吗？那这个好像不是，就是具体工作上的。我们不讲人，我们先讲具体工作上的事情。比如说，我平常在用习惯的球，就不可能是放在广告上，因为第一，这颗球它有它的厂商嘛，那有可能造成侵权问题。那再来就是那颗球，我们那时候用的时候，它是随便买的，然后把它漆成白色的，所以在手感上面啊，会跟我们平常使用的相差很多。那就会变成说，我有时候在做技术的时候，光这颗镜头要做翻的时候，球要很容易晃，对，就是单纯技巧上的困难。都过来一遍。这是手机广告哎，但是他们是用什么拍？用这个摄影机拍的。是啊，手机广告不是要用手机拍的。啊，不是用摄影机啦，跟你用手机。送你。如果有任何人有疑问想要中途提出的话，随时哦。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在做的东西会很需要知道摄影机在哪里观看。你在做的同时，你要知道摄影机从这边移到这边来，然后能够尽量的让你的焦点变成是转换我去找摄影机，而不是摄影机来找。会有一些工作上需要做到的调整，然后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你必须要基本功能稳啊，基本的东西很稳定，然后可以做到去调整，去对到对方的需求。然后这又是另外一个比赛，是不知道大家知道一个从太阳回来的人，大家知道太阳是什么意思？太阳马戏团。对，太阳马戏团，从一个太阳马戏团回来的一个马戏表演者，然后他举办的一个比赛，这样。啊，这个比赛其实他跟刚刚的战斗果酱有点像，只是战斗果酱它是绝大部分都是舞者，然后少部分的是马戏或者杂耍的人。但是战斗果酱的性质必须是舞蹈，如果你没有舞蹈的呈现，那就会不容易继续晋级。那马戏的比赛，它就是变成是说，它有各种领域的人，比如说扯铃，有人练扯铃，有人玩过扯铃。国小，我也是国小，我到国中。台湾的扯铃其实是国际地位其实很高的，在技巧性上面，台湾是前五甚至一趴的国家，大家知道。好，然后那时候，还有街舞的，当然还有街舞的选手，现代舞的选手。比如说啊，这位是玩溜溜球，然后会射来射去的溜溜球。然后还有，这边有个倒立的，然后这个就是。然后这一位是跳那个 popping， 大家知道 popping 吗？那样子，比如说这边震一下，那边震一下，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流汗的东西，一些身体控制去做出一些，该怎么讲？一些幻觉。舞蹈的肢体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幻觉，视觉上的幻觉。
我们看到的其实就只是手那样动，可是你为什么会产生那样子的感觉？还是因为表演者或者舞者想要对我们传达这件事情？好不好玩一下。然后这是刚刚提到最后，就是今年大概十月去台中的跟狂风艺术的制作，然后那时候的限定创作，我们从南艺大舞厅，就在台中火车站那附近的南艺大舞厅，一个废弃的很早期的一个表演厅，然后里面演完之后，我们走了一条街，然后到了这里是我那时候的 solo 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围楼，所以旁边都有栅栏围起来的那种围楼。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要爬上去，然后在二楼的地方做我的东西。然后那时候蛮有趣的，就是那时候表演有一段是我从二楼。然后因为它没有墙壁嘛，所以我可以看到一楼的地板，然后就在那边运球。大师，对，那蛮好玩。然后我下午在练习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还有那个市集，所以那边很多人，有封路，那边有市集，有封路。然后我下午在练习的时候就一直掉，然后那些观众就会帮我，不是说观众，就是居民会帮我捡的，很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刚刚以上讲完，就是我这半年的毕业后啊，毕业前后的一些经验，然后跟我在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 freestyle festival 到底是什么，或者在台湾的话是哪一种。那当初我在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从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不错，干！我就是要练这个。我只是想要想一想。哦，然后就要学，有一点的那种感觉。让脑袋思考。我想上那个可以。这个传完之后，等一下休息时间来传。好。你们先。Thank you.
帮你直接变榨干我们的钱，榨干我们的眼睛。ドリブルのスキルだけを抜いていったものがフリースタイル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っていうもので僕が今やっているも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使ったストリートダンスみたいな感じです。3つのボール持ってて、でもっと日本じゃなくてなんかもう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がすごい強い国に行きたくて、カナダに行こうってなって、英語も喋れなくて、プロで飛ばしてきるのかなってすごい最初不安だったんだけど、トリックとかちょっとやったらみんなが何それみたいな、その超かっこいいじゃん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が俺の口の代わりになんかみんなと会話してくれて、まあ人一倍印象してるから絶対また取り戻そうっていう、もう一回日本一になって、とりあえずもう大会はもう負けない、とりあえずだと思う広めるっていう、みんなに知ってもらうのも目標だし。光刚刚的画面、啊、其实你们可以大概明白，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是从街头文化延伸过来的东西，对，所以没有到真的像你们看到的，现在这个场地这么的漂亮，然后这么的美好的环境去塑造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是直接从最底层的地方慢慢延伸出来的一种文化，然后它是一个日本算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一个玩家或者讲选手。然后我最一开始就是看到他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从他的影片开始学习，然后到怎么样发展自己的风格，然后这样子慢，等下慢慢我去介绍。Afraid of the dark? If you think you have a strong stomach, if you feel nothing can shock you, if you believe you've seen everything, if you say you don't scare.那时候就是考试嘛，然后我
那时候其实想要考的是什么？我那时候想要考动画系。画画。对啊。画漫画的。对啊。所以，其实这讲起来就蛮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自己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知不知道，以及为什么你们要念大学，以及为什么你们在念你们现在的科系。我是知道的，知道梦想啊，你有梦想 ，OK， 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啊，是因为人家跟你讲啊，我想要啊，你想要啊，所以你就这样啊，对，有没有？有吗？没有吗？大家都是真心哦，我不知道大家什么系，我刚稍微看一下，好像有电机的是吗？哎呀，航电，航空机械，航空电子。对，我刚刚有看到飞机，航空管理。这边就是主要都是航空的嘛，对啊，我们航空学院。啊，那你们都想要做这些产业吗？对，我因为我是梦想，所以我一出生这把就是要走这一点。有梦就没希望，哪有？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今天这个讲座就是，比如说它的标题是写逐梦踏实，是吧？可是我个人并不喜欢去谈论梦想，因为梦跟想，你是做梦跟你在想象，可是你真的去做了，明白我的意思？可能不到，不是现在才要做，要等你。你没关系，没关系，你已经在路上。对，我已经在路上。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并不是我说我站在这里，我就说我是老师，而是我在讲课或者在分享的当下，我才是老师。我现在不是舞者，我在跳舞的时候，我才是舞者。知道的意思。我不是梦想要当舞者，我也不是梦想要当表演者，这些是我只是单纯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我才觉得说，我可以这样做。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表演者，对，我一开始看到什么街头表演，会觉得，真的是很无聊。对啊，其实，在西门街头就那时候，其实就有人在做这个东西。我知道，我同学有去，他是他同学，他是有一个团队在西门町跳舞的，啊，他在跳街舞的啊 ，breaking 吗？对，高就是高中，他就是有时候礼拜五他就先散了，就直接去西门町跳。啊，对，他有个团队。啊，我不太知道是谁。我不太知道是谁，应该，因为西门就。他，我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本人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团队的名字。我这样讲可能会有违背到这一次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它的背后的原因跟它的由来是为什么？这样，我那时候刚看到这个东西，我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我以为台湾没有人会想要做，我以为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你去想，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啊，我没有表演者朋友啊，没有舞者，然后我是普通国中、普通高中这样变成，然后有一天我竟然想去念动画系，我想去读艺术。然后开始去画室学画，我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类的人，我的环境没有这些人，所以我并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它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说哦，我想要学习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之后，那时候刚考，我那时候是考学测，然后考学测那时候就一天休息时间，比如说在走廊啊，或者是在活动中心啊，然后旁边就是排球场，然后旁边是篮球场，然后你想象这个画面，你想象人家哦，全班都在那边打排球、打篮球，然后就我一个在旁边，在那边不知道干嘛。因为我没有老师学，我是自己学，我看影片，然后在那边摸，然后没有镜子，我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安全感，你会觉得
哦，我这样做可以吗？好丑哦，什么什么的这样。但是我一开始就在那个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但是我去做一个，那时候没有人想到，就是我身边没有人想到，这个是东西是什么的事情。对，然后我那时候也不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或者是怎么样，我只觉得我想要学习而已。然后就开始在一个，我那时候还会被吓，就是比如说在考学测的时候啊，就是在走廊上聊天嘛，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说，你学转球啊，成绩又不会比较好，对不对？啊，然后我现在在做表演、做比赛，然后现在在跟大家做分享，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你的身边可能会有人去否定你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人否定你想要追求你的刚刚做的？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那以前会吗？有，你有，你有，你有经验吗？要不要讲一下？我，这样的，不是啊，哦，你说你会吵架？我会回应他，你会回应他？好，那后面的朋友有要讲吗？我吗？在更后面，叫吗？孩子，有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就是比如说，你朋友说，你做这个干嘛啦？我们去吃饭啊，吃宵夜啊，什么？或者说我们去打游戏啊，干嘛？就是去耍废。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没有所谓就是耍废这件事情，而是你在过程中。你得到的，应该说，你得到的有多或少而已。因为你在耍废的时候，其实你就在休息，算是吧，算是吧。还是你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想放松，就是其实不用用一个很负面的角度去观看每件事情。你可以，比如说有正有反啊。我现在在这样子，但是我等一下可能要很辛苦，所以我做这件事情是没问题。我今天不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说，哦，我就是来教大家画三角，然后你们今天就要脸上说我的东西，因为我刚刚讲过，我是去到很多不安全的环境、跨领域的地方，我看过很多不是我自己圈子里面的人可能在做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之后，我希望的是你们可以把一些会得到一些想法，然后套用到你们之后的生活上。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当我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可以成为什么，对不对？当我今天认真听课的时候，我才是学生嘛，而不是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所以我也是学生。可是你真的有吸收到东西的时候。因为你有想学的心情，你有想学的心情，你才学生。好，我们继续讲。好沉重哦。那现在我们讲到前面一点嘛，我在介绍刚刚东西之前，其实我也是学了篮球。那在那时候的网络就会有很多那种2020初那时候就很兴盛美国那边黑人的一些街头篮球的运动，啊，他们就是比如说像刚刚有人跟我讲到的。你要用这些花招嘛，去骗你的对手，或者说去玩弄你的对手，是那个时期是更早期时候的东西。对，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影片，那更早以前的东西长怎样？那个 breaking 到一半，然后想走上跌倒的人。Thank you.
这些文化历史我们不可以就是
觉得说它不重要，然后就不去记得它，会忘记它。像飞机有飞机的，对吧？飞机怎么飞，然后篮球怎么打，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开始出现之后，有的人开始会自己呢，在没有篮筐的情况下会自己练习，所以就会开始出现更多跟得分没有关系的动作，会越来越多，变成是哦，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到那个角度，我可以转一大圈，或者说我可以放到这么高的这种动作啊，其实都是从这边来的。但是如果你用舞蹈的角度，或者你用街舞的角度，就比如说我做一个脚步好了，然后我要从这边踩到这边，一样的事情，只是我是用脚做，动作肢体的展现都是一样的概念。Okay. 然后，慢慢的从这边发展，应该说我们刚刚一开始看那个影片是来自日本。那这个东西其实是由日本的第一代的选手或者说玩家，他们去到了美国，去到了加拿大那边的球队，然后把这个文化带到日本之后才变成这样。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在这个街头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它就叫 battle。有人知道 battle 是什么？有 battle。你知道 battle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梗。淘汰赛，淘汰赛，什么赛？淘汰赛，淘汰赛，那个是比赛的规则，所以大家对 battle 没有概念。其实 battle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DJ， 大家知道 DJ 干嘛的？放音乐，放音乐。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选手 ，DJ 会随便放歌，随便放歌，然后台上的选手一人。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看你怎么去做你的动作，然后另外一位再接着做，然后会有两个回合，然后台下会有评审评判谁获胜，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我觉得有趣的 battle 比赛。
回合之后，后面会有裁判，有的赛制会是观众投票这样，然后就是会评判到底哪边获胜，然后就一这样子淘汰淘汰到最后，然后谁是冠军，啊，比赛就这样。啊，我刚刚比的，我刚刚讲的经历，比如说我的比赛也是走大概这种形式，对。那其实这种东西它很主观的，就是比如说有的评审他就有他有他的口味，然后我觉得他比较厉害，所以他就赢这样。啊，我不知道坐飞机的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像这种，比如说评分啊，比如说从小到大就是，比如说你考试就是100分嘛，对，也是这种概念。这种东西也是比赛，就是评审现场马上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赢还是输，但是在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练自己的技术跟练自己经验，对，然后也不是说，因为它会慢慢的产生不同的风格，那有的人可能因为不喜欢这个风格，但是他也是练很久啊，对，那中间那个心情怎么去调整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比赛好了，这个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另外一场比赛。
是在镜头外面的这里，然后他们会，比如说你们现在这样，然后你们前三个当裁判，然后他们会讲等一下哦。好，现在假设你们三个是裁判哦，前面你们三个，掉掉。
可以吗？没有。那从你开始。啊，站起来讲哦，那就站那边哦，不要动哦，站那边哦，不要动哦。等一下哦，我说开始再讲。哎，好，你可以讲。啊？你可以讲。哎，是讲什么？你的名字。哦，还有。先讲你的名字。好，我的名字是刘国成。刘国成，你想要做什么？想要做，说现在吗？对，现在啊，可能打篮球吧。长远一点啊，你想要做？啊、你想怎么样？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开飞机的梦。OK。啊，那你要记住哦。对。然后你帮我考虑。啊，没中，完了。再讲一次，再讲一次。讲，先讲你的名字。我叫刘国成。所以想要考远一点的，打篮球。我有一点梦想是想当开飞机的机师。机师，好好。阿进哦。哦，完了。我叫刘伯承。我自信一点，你叫什么？刘伯承。你想做什么？我想要做，现在是，如果是在现在的话，打篮球啊。以后是要做开飞机的机师。哦，我。大声一点！要成功会，然后我以后想当个职业军人。职业军人？那你怎么来这里？哦，职业军人又开飞机的，空军。所以你要当空军？陆？陆军？你想当陆军？你要开直升机吗？那你要你想当军人，现在就可以去了。对呀，你现在就可以去。不行，他脚要好难去啊，基本上休学要去啊。职业军修。这学期修吗？你是读完大学？老师有听到哦。他太知道。哎，你直接进的，为什么三条？哇去！哇，这个梦想直接就进的。啊。OK。梦想就。你的名字，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你的梦想。我名字吴彦斌。大声点。我名字吴彦斌。吴彦斌，我想做的事情就是顺利毕业。找到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赚到钱，过好生活就好。好，好，可以。OK。哎呦！哎呦！我阅兵好强哦。你的名字？我是张家元，然后我未来想要，我想要成为一个能去机场上班的。上班啊！太高了，太高了，轻一点，轻一点。好，再讲一次你的名字。我是张家元，我要成为机场工作的人。哦。哎，谢谢，还有，我两次了。感觉你今天很累呢。熬夜，看什么？看球，看球，他看球，足球啊，看足球。那你要不要用踢？好，你的名字，我叫林安美。我的梦想是。前面的同学要小心。前面的头要保护一下。成为飞行员，好。啊呀！谢谢。过了，好厉害哦！一次就过了。要投进，这个要投进，你才会达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我投三球，你投的多远啊？多远？你要坐那么后面，小心误伤哦。老师，对了对了，你的名字，对，好，我的名字是陈一中，他的想做，哎，好像想做的事啊，对，想做的事就是练跆拳。你很多梦想，我梦想也第一名，也是那个能过就好。就是过就好，学业，欧趴就好，超多，想要欧趴就好。
对，那种贪心一点的，贪心是好事啊。想要欧巴的之后的未来呢？好，我们再一次你的名字。好，名字是陈一中。好，然后。你现在想干嘛？现在想欧趴。你不是刚刚这样讲的？投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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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投，推过去，然后加用力抛的，可以，用力，哦，啊，再一次，再讲一次，你的名字，你的名字跟你的梦想，可以这样。名字是陈一中，然后梦想，想要当那个，想要当那个国手。什么国手？跆拳国手。哦，可以啊，终于讲出来了，一定可以的，加油！真心话，真心话。啊，好吧，加油，走，加油。哦。你明天就先去办休学，直接来找老师当。哦，我不会跆拳道，我也没有当过国手。我叫李焕伟，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比较偏多。不用，你最想做的滑滑板高手跟国学，那个是兴趣，先交女朋友再说。好实在，实在，实在。然后我还没说梦想，好梦想。可以全部就讲出来吗？可以啊，一个一个，好难选哦。有多多的梦想？我喜欢玩音乐，又想要继续修飞机。修飞机吗？好。好，继续修。就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你第一个跳出来的想法，基本上都是你最喜欢的。嗯。来。没呀，完了。关了。这个很贵哦。再一次，你的名字啊，李焕伟，清楚一点。李焕伟，巴黎的李。好，嗯。然后都要再讲一次吗？对呀、啊。我想交女朋友，然后我想、哦、想继续修飞机。好。接近你的目标，
这一点我觉得它很现实，然后同时又很难去跟自己做调整。对，然后这也是我每次应该说像现在好了，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演讲，但是我的生活也没过得就是赚很多钱，没有。对，我只是还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好像有一个很值得分享的理念跟大家分享而已。那与其说梦想，不如说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讲说为什么我动画师没有办法继续追求的原因。第一，我要成为动画师，那我首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每天爆肝到死，依然在画画的这样子的生活。动画师并不是说我今天画了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个团队做出一个很好的作品，然后有在网络上很多观看，然后突然电影院也上映了，突然，然后或者说我进了大公司，然后跟了一群很优秀的团队，然后做了一个很精致、很美的动画。但是你进了大公司之后，你能够接受说这个作品你哪一部分不喜欢，然后你还要去画它？比如说你今天分配到的任务是你今天要画的这个场景，然后这个场景极其无聊，你就只是一直在画走路，那你愿意继续画吗？还是你想要画高潮的？就是比如说打斗的画面，对啊，那首先我就会问我自己，假设你要做国手，那我愿不愿意接受每天训练到身体快坏掉的这样子的生活？我愿不愿意接受家人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或者是你的粉丝的观众、你的支持者这些压力，然后再来就是国手是背负国家的庞大的期待，还有投资，教练要钱，场地要钱，吃饭，然后再来交通，你身边所有的事情，然后设备这些投资，那你能不能承受这些压力，又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与其说你想要变成什么？所以我前面才会讲，当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才会成为什么。当我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带来的压力、负面情绪、各种这些，你能够吃得下来，这比较困难，也比较重要。所以并不是说我可以在场上比赛或者说表演，然后就大家都看到艺人什么什么的光鲜亮丽的，但是后面这些事情，很少人会去跟，比如说在学的大学生去提，高中生、国中生很少。对，所以首先就是问自己说，你愿不愿意过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那样子的生活？像我可能就是几乎都练到半夜才回家，然后我妈就一直叫我说，你可不可以早点回家？可是我下礼拜要去香港比赛呢。对啊，那我从我喜欢做这件事情到我渐渐的培养自己去养成练习的习惯，然后甚至像最前面讲的，不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做一件很奇葩的事情，这全部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然后你能够接受这些事实，你才有办法继续前进。像，我只记得国手的梦想，因为这比较伟大。加油！对，你有没有办法承受？好，我今天坦白的这个压力啊，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休学的这个压力？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训练 menu 怎么安排？就是你开始怎么样一步一步去做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压力。全部都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你必须慢慢的去问去学才知道的事情。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终于有一些成绩了，然后在网络上可能交到一些朋友，或者说我去比赛我交到了朋友，然后我去问人家怎么做，我才可以变得更好。对，你只需要问自己说，我有没有渐渐的往那个目标前进，然后一天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那在我现在站在这里之前，在大概一五一六之后升了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间里面，我没有去交太多的系上的朋友，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练习的状况，然后或者说再去比如看影片啊，然后学习啊，然后去自己去整理人家的东西下来，整理成一套系统，到现在我现在有在教人，能够有一套自己怎么样去教别人，因为当初没有人教我，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去教别人这件事情，那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面对问题，不断的面对压力。那对啊，前面这个有讲，当我做着什么事情，我才能称为做那件事情的人。然后还有刚刚有稍微提了今年之前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直接实际的案例好了，就是我的练习状况，还有我每一段练习累积下来的东西。好痛啊，我习惯了。一个好，我现在给大家看的东西啊，是我自己整理的清单，然后全部都是就是日期。我每次练习啊，都会把自己的画面录下来，然后让自己去看，我才知道自己的动作好不好看嘛。对啊，因为没有人教我，我也不看镜子。然后就是这样子，从2022继续往下，不断的，每一次的都有记下来，包括教课也都有在里面。然后到现在总共有几部影片，然后就很多，到21年的再更早，20，然后到全部都是我的练习影片，所以我才知道自己可以去累积去成长。对，我觉得练习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啊，就是它不断让我知道自己有具体在进步，另外一点是我还是一直在我想要做我想喜欢的事情，然后同时又可以去明白说这条路到底有多难走。对啊，好，那学者更观察，首先观察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你知道自己的生活长什么样子，你知道离你最近的家人长什么样子，你的老师你的朋友给你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第一点的观察。那你观察之后，你就会认识自己，你认识知道自己哦，特别喜欢什么东西了，尤其是像大概现在这个样子，你更认识自己想要往什么地方做追求。然后再来，你认识还不够，你要够了解哦，这个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件事情。我最一开始有跟你们讲，就是我看到那个影片嘛，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哦，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要成为，其实就是要修飞机，就是要国手，就是要这件事情。当兵，就是要当兵，就是要当兵，对。当兵就是他。啊。哦，对，就是要当兵。休息了，我。好，然后再来就是，尤其是做表演啊，做艺术，或者说做开飞机，其实所有的行业都会，你会想要得到外界的认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想要得到老师的100分，你想要得到人家对你说，哦，你做这就是对的，就继续做下去的这个认可。但是我们一直在追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满足有没有？因为会这样讲，就是哦，我今天拿了100分之后，那又怎么样？我今天哦，你说我表演很帅，这个动作很酷，那然后呢？然后今天就过去了。对啊，你今天你真的开了飞机，然后你做了国手，然后呢？你能够做几年？能够做多久？你表达了什么样的价值？你影响了多少人？你影响了台湾，你影响了全世界吗？你觉得这样子你就达到目标了？这是我昨天
昨天在准备就是要跟大家讲的事情的时候，看到一段影片，就是在说，在你要追求外界认可之前，你要先追求自我的认可。你先认识自己之后，你知道你真的很想要这件事情，你想要去达成，然后一天比一天的好。之后，你觉得够了，你觉得你开始可以得到外界的认可吗？或者说评价？比如说我去比赛，或者说去表演，我要得到或评审或是观众的评价，我准备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再去。那在这之前，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这样。然后走出舒适圈嘛，因为我们都会很害怕，就是说讲好听一点是在冒犯人家的尊严，但讲难听一点就是其实我就在把它发出去了。对啊，我不敢说我自己是舞者，是因为我不会跳舞。但是到了最近，我开始接触更多的舞者，然后越来越多舞者认为，哦，我看起来像个舞者的时候，我才会说我自己是舞者。甚至是我在场上表演，我在跳舞的时候才说我是舞者。好，那刚刚就有问过大家一次，那就是这一段过程之后，你们自己内心想着就好。你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梦想，而是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想成为，最后才会成为什么样的？这都是过程。沉重的结束，我们来互动一下。等一下我会，有没有人想要学一些动作？我就直接带大家一起动作。我想学手指转。手指转，好，等一下转。那个我不会走，那个真的很难。那很帅。那你先来。那你先来，你先来。不会，直接来教你们。直接在前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听着就好，看着就好。那既然只有你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有趣。谢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颗哦？有，这颗其实是很传奇的球哦。哦，对，因为就是早期那个时候，大概一零几年的所有的选手几乎都有这颗。对，等下可以给你们摸摸看，我们拆开去摸摸看，因为它才长大点，你想说这个的。哎呦！尽量的往上抛就好，可以多一点点，然后往上抛，往上不要往前，上抛，要好一点。我一开始来练这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脚受伤了，然后就在家，然后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练这个，对，看得出力的。其实你就这样转，一个礼拜绝对会。但是首先就是，比如说，你如果确定你的旋转重心在正下方的时候，你的手指直觉的，我大概在这边去接就可以。如果做得到这个的话，你就记住，其实这个蛮简单。然后它就像学脚踏车一样，你会了你就不会不会，就是一直学下去，学到你老了都不会。你会了你就不会不会。都有了，都有了，二层的天吧。这个感觉，啊，有没有要感觉一下？不错，上，不错，感觉一下，我坐着可以。对，好，要用力哦。跳，马上。
是在当监控器。嘿，所以你们看到有这个镜头。嗯，对。所以比如说，有的人他们习惯转这边，因为我不想伤到他的皮，所以我都转在这里。但是有的人他会转在上面。那应该是指甲。对啊，我们是都是用指甲，所以这个东西练久了有时候会流血。那上面都是洞，所以还很坚持起来。对啊，看，哎，你还要继续学吗？哎，可以啊，我们来学一个这个吧。好好。然后，这个东西啊，我们称 body 肉 ，body， 然后跟球的 body 肉，所以它叫 body 肉。有三种方式，用重心让它往下滚直，另外一种我的身体去，我的身体移动，第四种球 A B， 第三种球的旋转。我们做一种就好，把球拿高高，高一点，所以这样有重心的。你另外那手，对，等下他会走这里，好，这只手准备接，轻一点，再高一点，让它自然而然的滚，然后要去感觉球接触，哦，不到一分钟哎。对，要轻巧的。好，慢慢。哎呦，哎，好，接下来我们加一点点的旋转，往里面旋转。旋转的时候，这个变成是圆弧的状态，就直接进去了。这个左手，然后对，就这样，高一点。哎，高一点，手高一点。好嘞，往里面。好嘞，会。哦，就是这个感觉，大概就这个。耶、yeah, ，给他一个掌声。耶、okay, yeah, ，谢谢。好爽，还有很好玩。你都去尝试一下。去孩子，我先回复一下。对啊，所以玩一玩还是不错的。可以用这颗传导器，对不对？哎，在这边。你看，先学那个。对，给你这个感觉。可是我昨天才刚剪指甲。没关系，我也是刚剪。抛出去的时候，手顺是走一圈，可以对，多一点力量放在旋转，抛高一点拿旋转，有了，哦，对，哦，哇，你，对，对，这个感觉，运动细胞很好，有，右边就有左边，所以左边这个比较难，没关系，你先走右边。两次，连续两次的一个动作，四六五，啊，然后一起好，好，手放前面，好，脚开一点，好，准备，右边，刚刚学的，再一次，好，一，二，我在前面啊，我来帮他点球，成功连续三次好不好？三次，好，怎么样？三。开始像他一样，然后自己练到现在，可以吗？所以当国手很难吗？经验累积是不是？
很难吗？很难啊，很难啊。那啊，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带那么多人，场地的关系。下一个阶段呢？海报吗？对啊，海报。这蛮有趣的。现在几点？3:38。有5:38，差不多。OK。我讲一下哦，融合篮球与舞蹈，同时重视篮球跟身体的技巧。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很自由。然后我想要透过不断的练习，去让自己更有自信，甚至到能够分享给别人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刚刚其实就顺便就有跟大家提了，当你的兴趣从兴趣变成热情，热情是什么？热情是当你今天愿意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的这件事情，你愿意投注很多时间精力去燃烧，去烧，所以才叫热情。然后再来就是变成工作，变成工作就不再是你自己一个人了。而是你要去跟你的 team， 甚至是我现在都是走独立路线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对啊，然后你怎么去跟，比如说你跟不同的团队做合作的时候，才有可能面对到那个问题。那首先就是人啊，人的问题，然后再就是厂商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去表演，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对不对？他都会出一堆很怪的要求。哦，有很多很好笑，如果你们想了解这个。然后第二点是做自己很的难题嘛，跟被讨厌的勇气。其实被讨厌的勇气是一本书诶，它讨论到很多，就是当你真的在某一条你自己的路上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你啊。像现在在座各位，你们可以不认同我所谓讲的事情，对啊，很好。然后我不在乎你们今天有没有喜欢这件事情，我在乎的是。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的目标？你们对于我喜欢还是讨厌，这不重要，对不对？我不喜欢你们也不重要。对，那我这样跟你们讲之后，你们会不会讨厌我？啊，我有没有被你们讨厌的勇气？没有，真的没有。有啦。好，然后如何找到适时环境跟自我实现的平衡？刚刚就讲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不断在面对这些困难，然后你的人生你一次不去面对这种困难，你以后还是会面对到。那你解决了这个困难之后，你会想说，哦，我终于人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交到女朋友了，那代表我以后还是不会面对到这个问题吗？还是会，还是会啊，因为。只是你的心情会不太一样，你会觉得哦，我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了，所以我就不会再害怕这件事情。对，所以重点是这个过程你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当你下次又面对到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处理？所以其实重点是你选择了躲过那一次，你还是会面对到；那你选择面对那一次，你还是会遇到。所以这种课题它并不是。对，它是一直都存在。然后如何解决面对的困难，跟困难都是来自内心。其实我像我这样，我就想讲到就是我最近自己的心情。好，我讲我，没跟大家没有关系哦。我讲我像我最近开始接表演，开始接比赛之后啊，我要展现的内容就会有调整嘛。比如说观众看不懂技术性。你们想要看的是看得懂的东西的时候，但是我就不想做那些，我想要有技术性的突破，然后希望有能够看得懂的观众，对啊，所以那你怎么样去做一件明明大家都看不懂的事情，但是又能够表达到你的感觉，这件事情就很困难。然后，比如说我开始这样调整之后，那我今天去了比赛，我技术性下降。那有没有可能我练了这么多，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但是我比赛不会赢？这种心情是有一点变成是
哦，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重新回到这个环境，然后环境不接受我，然后我很难过。然后当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讨厌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这很重要。不会吗？会啊，会啊。我其实做了表演之后，我发现去了比赛，我的心情会很不平衡。我会发现说，我觉得表演展现出很好的东西，然后很有情绪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评审或者说他们会觉得哦，这个就还好啊，我也做得到啊，对不对？当你明明又很花了时间去调整的东西，但是又不被别人接受。其实我们害怕的都不是不敢做，而是害怕别人去否定你。我们的压力都是来自于别人说哦，你做这件事情不好，或者说那、啊、你就是没有被培养过，所以你怎么成为国手？或者说啊，你现在要休学去做兵哦？那这些压力都其实都来自别人。所以这些别人的压力，如果你去忽视这些压力，你把压力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你不去在乎别人的看法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需要一件，你就会需要回到刚刚讲的，你就需要被讨厌，你要被自己的可能很亲近的人去先否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跟家里人说哦，我想要干嘛。我渐渐的不喜欢跟家人说我做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反而是我比较偏向是哦，我真的有机会做到了，然后我才会去讲，就是我真的做了，我才会去讲这件事情，因为它有个实际成果。拍广告是一件事情，可能我今天去试镜完，然后隔了几个礼拜，对方跟我说不要，然后去试镜花了时间车嘛，人家也不会给你钱，对啊，新体验，然后你会觉得很干，我去那个叫什么没给我一毛钱，对啊，就是对，但是工作就是这样，对，就是。那如何调试自己的心情？这就是等一下哦，送给大家最后一个作品，就是我如何透过创作去纾解我自己的压力，然后如何去表达一个情感，然后让观众能够带进去，可以吗？嗯。好，最后一个作品。好。啊，结束之后再看要不要。好，时间差不多了。那英文不可以吗？英文难。Love in the dark。对，就是，反正很多抒情歌都在讲爱这件事情。那爱其实大家都会投射在人身上。那如果我们今天把人替换成事物，那它的意义会不一样。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吸引我，它的标题名称，比如说 In the dark， 就是指在暗处，在黑夜的感觉。我练习大部分时间都在晚上，因为我晚上比较有感觉，对，因为你会有那种孤单的感觉，你会有那种情绪有办法抒发出来。早上都是啊、哦，上班好累。对啊，所以我早上时间都在睡觉。啊，保持精神。没有了，作息调整就是这样。就是晚上。对，晚上工作派的，早上睡觉派。好，我准备一下哦。我搞个谁？啊，这个我放前面一点。是吗？到时候搞黑胶。搞个什么？黑胶唱片。黑胶唱片吗？是哦，你喜欢黑胶哦。对，最近去我们的主播那边提，你以前搞一台。那三分钟热度了。三分钟热度哦，他叫我叫他滑板，他买了滑板，他那边，这样滑板，叫你每天都要练，然后现在连站板都学不会。哦，正式。18分，时间差不多，很好很好。不是在家里，是在家里练的。在家里练吗？没有啊，都在外面练啊。还有家里的场地很大。没有啊，你会影响到邻居。
to lose.
知道我在四级，现在只是四级。然后我们那时候表演的场地啊，可能这边一张桌子摆摊嘛，然后这边就另外一张桌子。我们场地就是，然后路线，然后你知道旁边就是卖酒，啊，我这种东西几千块、几万块没了，对。然后更惨的是那次的演出，你就是赚基本时薪啊。对呀，那你想，做表演者、做表演艺术、做艺术，有这么点价吗？对呀，所以我生活真的很好嘛。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运气很好，就是不用担心家人，不用担心很多他们未来的事情，然后我有办法专注在自己身上，我有办法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去做好一件事情。对，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我们再次谢谢老师，他带给我们什么？想想今天学到的是什么？做自己。做自己，很好，再来。勇敢讲出自己的想法。啊？不要听别人的那个。可以听啊，参考就好。参考就好。对。嗯，其实有的人很认真，愿意跟你讲的，还是听一下，但是不要影响到。不要影响到长远的事情。嗯，一中，你今天是不是第一次把你自己的梦想讲出来？你有没有鼓起很大的勇气讲出来？还是你私底下是敢讲的，只是面对这么多人就不敢讲了，是不是？你以前有讲过吗？就是很少，很少讲。可是今天讲出来的感觉怎么样？老师带领你把它讲出来的感觉怎么样？就是有找回那个。刚学的热情，就是有找回那种热情，对不对？就有自己的目标，很确实的目标就在眼前，对不对？所以敢冲了，对不对？是不是？